今天有这个布袋戏，哦，什么来一个呢？今天这个参拜路线，还有古财库，这很多没有吃过的泡面，跟我露牙了。上面很多人在吃泡面。这棵樟树它已经1600岁了，树围呢有8公尺，那树干超粗哎、欸。前面这个是草屯市区，炭火虾头味噌汤，免费自取哎、欸。那个虾子的味道很鲜。哇，这是虾香饭，这个是松板猪，每天有米汤跟葱，很特别。哎、欸，炒饭蛮厉害的。大家总结嘞，吃饱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南投中寮泡面土地公与自由啊。我想说，快接近过年了嘛，那去祈求平安，然后希望今年可以顺利这样子、啊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出发 ，Go Go。这样初看大概有可能50个车位吧，旁边这里有一些游乐设施，我们大致晃一下，篮球机，哦，它有按摩椅，坐在这里会不会太冷？我们第一次来，我们没有带泡面，我想说也不吃泡面，就看一下就好了。快看网上的评论，他说就是1950年代啊，村里人有人生病嘛，然后因为家里比较贫穷，只能拿泡面向土地公祈求平安这样子。那后来就是因为有些生意人或一些赌徒啊，三更半夜会到这里求名牌，然后因为肚子饿嘛，接着就在那边。泡着泡面吃起来了，人越来越多，所以大家的默契就是到了土地公一定要吃泡面，就会有人吃泡面，然后有人带着泡面，就这样循环，造就了一个现在全台唯一最热门的泡面土地公。对，是这样来的。这里有卖虾饼、肉干，还有茶，还有脆皮烤肠。蒜头酥蔬菜片哦，这个上次在那个车城有买过，对，在车城有买过了。水果干哦，原来车子可以再开进来，然后那边是厕所。今天有这个布袋戏，你有去买水果干哦？我们在车城买的啊，这里有吗？就是那个。还没开始、欸，这是要演给谁看的、啊？还能听吗？喂，这两个人，不好让救生的人，哦，互相有情可贴，救下的人，学业两件，基本生命不公平。啊，再来一颗有赞助啦！为什么没有维力的？哦，怎么来一颗呢？哎呦，维力的炸桶合一，这怎么拜啊？我们不会拜、欸。看一下这个参拜路线：天公炉、中炉、内炉，然后到三楼天公炉、内炉，所以总共要5炷香，是这样吗？然后可以买这些东西啊，公司行号的，然后正财偏财，还有补财库。另外哦，
然后这里是禁止宠物入庙的。进来看看，哎，你吃泡面无？水。你可以倒进来。好啊。我在国营，什么海味王的？嗯，味王十三香的，就感觉吃的会很爽。这很多没有吃过的泡面，因为冬天应该喜欢吃这把当归面线，哇，当归汤面，这超好吃的。味王，这还好。绿茶龟。嗯，那也不黑吼，地狱吼，哦，这把也卖，很赞。味王。嗯。来一克还是百吃不厌，第一名。有啦，这有这有较贵的啦，日式拉面较贵，35块。我觉得你下次来可以带那个一箱一豆的，有肉的，一下都被吃完了。功德箱了。功德箱啊，请投入。那个孔就是哈。对啊，投吧，做功德了。啊，你没有带泡面来哦、喔。我带钱钱。我还我看，这跟我录下了。虽然写要紫柱香，这里写。两柱呢？可是我刚才外面看要五柱哎，所以是要几柱？都到外面黑摊商就是要你买泡面啊，然后你买会来起来接关，应该啥呢？哦，上面很多人在吃泡面。上面蛮多。上面在那里吃感觉很 chill 哎，有点尴尬。你明明都没到过，你知道怎么看人家怎么办？我放弃五柱啊！啊，那是土地公啊。嗯。对啊，这也是土地公庙。蛇子哦。对。哦，香要插外面。你要求胜钱吗？要宝贝啊！宝龟啊，对，然后就可以去抽那个，那边是泡面用餐区，然后它有回收桶，它的热水在那里。回收桶另外一边。加，不接。哇，车子变多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下一站去附近看个神木，在这里转。哇，我们现在来到附近的一个平顶大神木，这棵树真的有大哦。超大棵的，那树干超粗哎。
嚯、哦，你看，这里就类似一个小公园了，那里有吊单杠的，还有坐摇椅的，然后这里有一棵樱花、欸，哎。总而言之，真的很大颗。他那里简介没写，等一下去看一下。这棵樟树它已经1600岁了，它的高度32公尺，树围呢有8公尺。当地居民尊称为樟树公与樟原真君，它是台湾排名第3位的樟树神木。吊一下单杠。这个老了，我以前至少可以拉个七八下没问题，那现在体重变胖了，对，拉不上去啊，整个手都没力了。好了，那这个景点大概就是这样。接下来呢，我带你去附近的一个观景台看一下草屯市区吧，还是南投市区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我们到了，这里是平顶里的瞭望台，然后它旁边有樱花，哎，哇，刚在长而已，哎，感觉它全开会蛮茂密的哦。现在位置在这里，观景台，然后刚才的大樟树在这里，就在附近而已啊。前面这个是草屯市区。就是一个简单的瞭望台，那这里可以放脚踏车，有一个脚踏车的算置物架吗？好，那我们下一站去草屯吃个美食好了，我不知道草屯有什么美食，等一下查一下。Go go， 我们停好车了，现在在草屯市区，带你们去吃米香哥的虾虾饭。天啊，这边刮刮乐啊！多少钱？哦，2万5。去帮我买一张200的，你要直接刮 QR code 还是直接慢慢刮？哎，慢慢刮、哦，看起来是没中。米香哥下下饭，等一下可以不好意思，等下饿啊？确定？用白菜卤被秒杀、啊，可惜啊！炭火虾头味噌汤免费自取哎，各位，大家来解下极品虾仁饭，叫13只大胃王版，200块，个人份就好了。哇，虾酱喝的吗？炭火烧的。加这个，来上菜哦，上菜哦，来喝一下，很香哎，很鲜哎，哇，也许虾头味噌汤，免费的，赞，鲜甜，一点点微微甜而已，微微的。一点点，微微甜，但是很鲜，超鲜的，那个虾子的味道很鲜。哇，这是虾虾饭，韩哥吃的是松板猪，几只虾？1、2、3、4，6只，6只虾加炒饭，赞哦。
就是中满肚很脆。是哦。缅甸有米汤跟葱，不特别呢。哇，有洋葱。炒饭呢？炒饭不错啊。蛮香的。嗯。没办法，有肉桂哦。有卤过，很香。哇、哦，炒饭炒得很好吃哦。欸，炒饭蛮入味的。你别来解下子。松板猪，松板猪，脆脆哦，有酱油的，再喝个汤超满足，虾子如何？虾子不错，它吃法跟别的地方还不一样，而且卤得很入味。如果喜欢吃虾，可以点特大的，还有13只虾，200块，环食，好吃，推。环食，环食，如何？大家总结嘞。啊。吃饱了。好吧。我刚才买了一个快选的冰糕，冰糕等开奖。保佑一下，青蛙，摸了摸了，摸这个金银财宝，差不多了。好啊，各位，那今天的中寮草屯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了。那我觉得草屯市区真的很多好吃的，他那间下下饭是我同事推荐的，我想说去吃看看，他是真的还蛮好吃的，推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喜欢影片，麻烦记得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